间谍气球事实上是中共对美国宣战，美国主流媒体连续的追踪报道，国会举行中共病毒听证会，议员要求取消中共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动作。七哥，这背后是否有一股力量在阻止卖美贼与中共继续勾兑，在推动美国与中共全面脱钩？那只有新中国联邦啊，只有我们推动啊，没人推动，只有新中国联邦。你去看一看去，世界之荒唐，就连美国现在所有的精英，你看到全世界的力量所谓的关于气球的解读，严格讲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说出它的要害。